57岁嘅刘嘉玲近年爱上跑步行山，更多次孖住周润发一齐亲亲大自然。经常运动令刘嘉玲望落越嚟越年轻，被赞系冻龄美魔女，滑溜皮肤令人羡慕。刘嘉玲行山嗰阵经常自拍美照分享郊游乐趣，网民发现刘嘉玲行山嘅衣着打扮必定系同款式嘅鸭嘴帽同埋太阳眼镜，配上一条名牌围巾。如果唔系佢身后嘅风景唔同，真系会被误会系同一日。有网民话刘嘉玲每次用一式一样嘅打扮行山，相当具仪式感，更能发挥自己嘅潜力。